针对于文化部呢，其实已经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发了公文，要求新北市政府在就是说针对于文资法第九条，就是要求限期，就是说必须要做这个历史建筑的这方面的指定。但是呢，新北市政府既然还是就是说并没有去做这样的处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左边比较左边的图板，那个是在礼拜五21号的时候拆的，那中间这些怪丑，这个就是在昨天哈，昨天一整天拆的结果哈。它不只是只有拆第一间哈，在下午的时候其实推倒了很多老树。那普安堂本身呢，除了这些主要的建筑之外，还有老树哈。那普安堂其实是我们斋教哈的文化的，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百年的古刹哈，那旁边的老树很多都超过50年，大概也超过100多棵。那我们也在上个礼拜五，住宿团体也提出了申请哈。那现在目前就是说，当然也要等农业局那边来帮忙这个做这些树保的审议。那目前是并没有看到有其他的回应哈。淡水这边的居民已经到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新北市长朱立伦跟议长陈信进毁坏文化资产，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那这个案子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他们也知道，淡水的古迹这个施家古厝已经是市定古迹，受到法律的保护了。但是他用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方法来规避这个保护的法律。他先是新北市政府提了一个先拆后维护的案子，也就是说先把房子拆掉，然后要来整修它，然后等房子拆掉的这半段的工程结束之后呢，新北市议会马上配合演出，把后半段的预算砍掉之后，这个房子就处于已经被拆毁而无法再有预算来修复的状态，实质上这个古迹已经被毁损了。政府跟市议会联手演了一出假修护真拆毁的戏，也就是市政府提了一个先拆后修的案子，然后等先拆的部分结束之后，后修的预算由市议会来删除，所以两方联手成功的将目前这个施家古厝这个古迹，这个市定古迹已经受到文资法保护的古迹成功的毁坏了。那这一个继承的罪行，我们希望新北市地检署尽快的侦办，然后要将这两个罪嫌绳之以法。对于我们爱护文资的人哈，在现场看到这样的文化浩劫哈，那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用怪手这样子摧毁哈，那摧毁完了之后呢，又是怪手直接推上去去把那一些老树都整个推倒，那再上去呢就是佛像，济公的佛像，再上去呢就是地藏王菩萨。那新庄慈幼宫还做一个匪夷所思的，文史专家说那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会做的事情，怎么会有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声称妈祖慈悲的居然会用道士来请地藏王菩萨退神哦。那在很相片这样很明显哈，我们台语的俗谚有一句叫啥，庙公无看牙回修，庙公无看牙回修，这意思不是说庙公较那种造型较输，迄意思是讲牛头不对马嘴，啊，道家的神子就应该是由道士来请，佛教的神子由佛教来请，怎么会是用道士来请地藏王菩萨离开那个地方？那是不是我们要不要请耶稣基督来帮他们慈幼宫来请这一些地藏王菩萨，请这些长生牌位没？我们会在持续的用各种的机会让新北市的市民知道朱立伦是如何的拆庙，如何的抢地，如何的圈地，如何的砍树，如何的毁坏文资。我们会再继续在各个场合如影随形的去让朱立伦这些劣行让全民知道。